来，因为咱即马吼，因为要坐两点钟、一点钟吼，所以经络要活络一下。无安尼，像阮安尼脚麻、手麻就艰苦啊吼。所以要拍手拍大声一点。为什么讲安尼拍手吼？咱来记，拍手是咱促进血液循环吼。来，这边遮吼，注意哦，慢的吼，靠分哦，要有你话全面的那个摄影机哦，你独孤伊嘛有看到哦。哦，来这边叫哈，蛋哈，蛋是本土台湾人，蛋要注意哈，别蛋。这无的哈，你只要稍等一下哈，这边叫你看一下哈，蛋，本土台湾人，这边叫哈，你要看一下哈，看因这边叫有迄个无？好，注意看，蛋，本土台湾人，好搞，你看听了迄个写的爽，咱做伙做一摆哈，别切蛋。稍等，稍等，看我的声，哈、哦，蛋，蛋，蛋，好，咱就是本土台湾人，有嘅非常好，哈、哦。今日来到这的是，咱欢迎啊，咱的啊市长，咱的徐市长来到现场，徐市长，欢迎徐市长。蛋，许市长，我们欢迎许市长将他的经历、经验分享给我们。我们再度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许市长。各位同志，各位同心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咱今日吼非常欢迎许市长，非常难得。许市长呢，在过去我所看的政治人物里底，伊是很少数我真的非常欣赏的人物了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特别请伊来，啊，这是非常难得。啊，请咱大家呢好好的听讲。啊，咱大家拢咧做笔记的习惯，伊所讲个拢是非常重要，而且呢有很有经验，所以咱不爱耽误时间，咱做个一拜，欢迎许市长，谢谢许市长。啊，谢谢谢谢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啊，非常感谢啊，咱啊这个民政府啊所有的。啊，这个先进哈，啊，我这个机会让大家哦见面。我今天周末哈，啊，周末应该是 happy 才对了哈，啊，所以大家轻松了哈，谢谢谢谢。我看到这个爱我讲的题目啊是哦领导同意了哈，啊，我都看到一篇文章哈，有印给你嘛哈，哎，伊讲这边台湾哈想缺乏的，就是领导人才。啊，当然，即爿大家讲啊，台湾的经济即爿歹咧，外歹，未来会阁较歹。啊，为做个未来较歹，你凭啥物讲未来较歹？因为全球化的时代，就是科技竞赛的时代。啊，咱的科技呢，已经输去，啊，输去要阁赢倒转来，要相当长的时间。啊，所以，哦，你也看即期的。一、那个天下哈，天下杂志，也这个网络新闻，伊欢迎诶，一篇访问诶，吼，啊一篇翻译诶，两篇文章，讲着啥？讲英国伦敦成为世界吼科技创新的新热点。英国科技是输美国啊，输德国啊。啊！即摆是咱英国的伦敦，忽然间会变成世界科技创新的新热点。所以，包括美国哦，这個、大公司拢开始要去伦敦投资，为怎样？因要吸收遐的科技好、哦、人才，因为伦敦已经变成一个创新的一个城市。有创新能力的人，
爱去伦敦找头路。伦敦这个都市开始当培养作一世界先进的科技人才，所以伦敦忽然间变成世界科技创新的新热点。哦，这一个题目，一篇文章，《经济学人周刊》看的。啊，另外一篇呢，当时我看到的，哦，就是一间这个科技顾问公司哈，行销顾问公司的总裁，哈，伊亚洲哈23国拢有分公司。伊安尼讲，伊讲 Hello China, Goodbye Taiwan。伊讲台湾的科技去予中国掠过，产业的哦，产业的。安怎讲？哦，2013比较2011，本来哈，这个 iPhone 智慧型手机，哈，的代工是台湾主导，台湾主导的，台湾主导，哈，爱过去大陆投资，用大陆的人，这个。俗的人工等等，迄阵2011，吼，一支 iPhone 的电脑，诶，迄个诶智慧型手机，原物料的成本占7%，可是这支手机啊，吼，真正咧甲做的人，包括人工原料拢总安尼加起来，甲提7%的钱尔，但是2013年，就是去年。中国小强替 iPhone 代工，不过这个7%已经提升到11%，已经提升到11%，吼、哦。上重要不是这个7%变成11%，是啥？是这个代工的工厂变成中国的厂商，不是台湾的厂商，但厂商比得强起来。所以中国在这个先进的科技生产顶端，渐渐取代台湾。哦，台湾呢，大家咧讲啊，我这个工厂，我这个产业，我欠作业员。啊，所以呢，就开始流行啥？流行讲哇，台湾可是大学教育失败，哦，不切实际。技职教育呢，无重视，对不对？我首先甲看下失业率，即个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人口，占台湾总失业人口的偌济？这个百分比大家知无？超过一半。台湾两个失业内底，两个失业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学以上的。啊，所以读大学的拢总有头路，理论上是安尼啊，学历愈高应该愈是人才啊，愈有头路啊。那安尼台湾的失业率基本是，哈、哦，基本是不到2%的，哎、欸，应该是2%而已，上下而已，不是5%上下，对不对？哦，不是4%，不是3点多，是1点多、2点多。啊，所以过迄一杯出来，过迄一半，哦。其中迄一半的失业，就是大学生以上的，还是大学教育失败啊？哦，学非所用，学而不能用，哦，学非所用，学而无用，哦，啊，教育失败。但是那教育失败，应该不是跟他技职教育失败，哦，还是讲不重视技职教育，相对的。不重视大学教育，或是相对的表面重视大学教育，但是大学教育失败。其实上失败的吼，就是领导人才失败，缺乏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定是安尼啊，这金字塔嘛，较有可能我基层的教育失败，我顶管迄个教育会成功，较有可能。
无可能嘛，一定一直太到尾迄个出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认真讲，台湾的教育非常失败。啊，现在教育非常失败，何个原因个作者啊？哦，到这为止愈改愈严重啊！哦，啊，但是不管任何事业，不管任何机构，不管任何计划，不管任何的政策，拢是一个目标。这个目标未达成，上重要原因，哦。上重要原因，敢是个球队吼，去比球比输人的原因，袂赢的原因，像咱卡球，吼，永远摆袂着阵，吼，的原因是啥？简单讲，教练甲球员，无好的球员，你个教练外高，教练是先是神，说去比赛嘛是袂赢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哦。主席在外头，啊，党员拢歪过其他，这个主席是先嘛不好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歪过倒来，球员非常的优秀，啊，这两公的教练吼，那要赢爱靠运气嘞，敢不是？敢不是？哦，我拄着去运气哦，就赢哦，讲吼，我是教练做到，吼，我的球员是屌到要死，啊不，吼，何你安尼搞？带到足艰苦的，吼、哦！但是伊讲无我袂使，我是教练足够，伊是含慢的教练运气，所以要安怎有好的球员，啊，佫会当有好的教练，按、啊、这队叫做常胜军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台湾这边欠啥？台湾欠啥？欠球员，还是欠教练？欠教练嘛，因为台湾的教育普遍水准提高。吼，资讯普遍，吼，通常发达，所以一般的球员的素质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嘛，对不对？吼，一流的教练会当甲二流的球员拼出一流的成绩，你讲对不对？吼，但是吼，一流的球员若去予二流的教练带落去吼，到底永远吼无可能是一流的成绩，你讲对不对？啊，所以领导人才重要不重要？重要啊！但是要安怎培养领导人才？哦，要安怎培养领导人才？哦，领导人才什么天纵英明？哦，天纵英明可是天生的，天纵英明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哦，要找出金主，有无？你有在找出金主无？这个完全无科学，完全的无符合民主啊！咱今日是民主时代啊，咱今日是科学的时代啊。好、哦，那不符民主的原则，不符合科学和的论证，这可能就是一种好、哦、偶然，好、哦、偶然是不可靠的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感情可以偶然相遇呢，但是阿公阿婆未使偶然结婚呢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感情是偶然相遇啊，好、哦。啊！但是你若结婚哦，迄偶然结婚哦，以后夜长梦多，吼、哦，是不是充满了变数？是不是？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国家的前途、人民的幸福，会当用偶然来处理吗？一定要必然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必然就要科学，啊，要科学变咯，民主变到科学，政治变到科学，吼、哦，经济变到科学，社会变到科学，包括宗教嘛，爱科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讲领导非常重要，台湾非常欠领导人才。好，我讲到这哦，啊，了恁大家时间，我嘛知影台湾欠领导人才，搁你靠天才来讲。好、哦，我是要甲大家含讨，用我的经验观察，台湾是哪欠领导人才，啊，要安怎让台湾开始有领导人才？好、哦，当然是出力教育，当然出力教育。啊，要怎教育？咱最后甲你讲，咱真先来检讨讲，这好的领导人才是安怎诞生？是安怎？哦，有啥物特色？吼、哦，安怎去了解讲，迄个敢是好的领导人才？我有看过一篇报道吼、哦，一篇这个论述啦。伊讲吼，要做一个民主国家的好的总统吼、
要有几个条件。来，咱大家来自由发言，哦，自由发言。你人爱什么条件？哦，好来，用两三分钟哦。来，一个好的总统要有什么条件？来，你讲。好的品质。好的品质。哦，品质较抽象，无你话讲较具体嘞。来，哦，来。好的教育。无是好的教育，无啦，那是教育，是要教育别人，什么好的教育？来，哦，哈。我唔是啊，当然好领导，好领导咪总，这个总统就是变到好领导，吼、哦，人格，吼、哦、第一个，吼、哦，人格，吼、哦，人格就是品行啦，哈、哦，吼，人格品性，吼、哦，这第一，吼、哦，这第一，过来，吼、哦，哦，迄、那个有智慧，有事业，这种较抽象，咱咪较具体，较具体，这种对，但是较抽象，来，啊，格局。哦，格局、视野、智慧，哦，这种全部都较具体，咱讲具体的哈、哦。眼光，这嘛是含视野相像。爱心，第一，但爱心和人格应该是差不多啦哈、哦，合作会啦哈、哦，哦，爱心啦哈、哦。国际观、世界观，这含知识拢差不多嘞哈、哦，哈、哦。好，安尼好啦，来你讲下来，较大声的，啊？负责任，嗯，这嘛会使讲一下哦，哈、哦，好，我这边吼，慢讲我的意见，我看这篇文章写七点，哈、哦，第一点，头先咱讲的，人格品性，好、哦、爱心，好、哦、道德，好、哦，你看人格品性、爱心、道德这种归类同一类啦，哈、哦，好、哦、personality 嘛，美国人讲 personality 嘛，好、哦，人好、哦、第一点，第二点呢，好、哦。第二点要怎樣？目标明确。我不是叫你聊天的，不是叫你和我笑谈的，我是叫你领导的，你要领导你哪裡去？我說八年的目標，四年的目標，我說今天的目標呢？兩個期具體，細項大步，總體，各方面，你目標要明確啊。你說我要做一個好的總統，我行政院長說我要帮忙你做一个好的总统，我但是又部长讲，啊，我要帮忙你做好的经济部长，啊，讲到尾啊，迄、那个科员讲，啊，咱今日要创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什么老农津贴为讲相关，啊，要改唔改？哦，啊，什么药师甲医师两个团体在战争，啊，咱要徛对立边，目标要明确，战争是啥啊？民政府目标要明确啊，哦。目标明确，啊，目标明确，大家冇目标，吼、哦，这边学者作者，要什么目标吼、哦？10万块，明天再个一篇做大篇啊，100万，一个月后吼，一本白皮书做大本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要政策，我给你政策大权，对不对？哦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目标明确，目标明确，说了呢，哎，安怎？我要你这个目标对不对？哎，我要跟，我要和你拼呢。啊，你这个目标有价值，我和你拼无？有价值无？有几项啊？有可能无？哦，会成功未？有意义无？等等等等，我的思考我有想，你会引起我的参悟，引起我的决心和你做伙拼无？对不对？这叫做啥？说服力。好、哦，说服力。来，公司有制度呢，国家有体制呢，组织有章程呢，哦，庙冇庙规呢，对不对？哦，宗教冇教论呢，目标明确，有说服力，怎么执行？哦，这本书最有名叫做执行力，对不对？啊，为什么执行力这本书这么有名？大家看看，拢赞成，结果执行力拢无去。为什么？无尊重体制。所以，在体制内运作的能力，不止执行力，而是在体制内执行体制内啊，体制啦哈，体制来运作的能力，有力无？
你拢佚佗，吼、哦，要趁钱，咱公司要趁钱，恁最后对人客气，啊，装个水水，安尼就好。咱公司无咧靠这個，靠啥？我给你招数啊！吼、哦，技术部门，吼、哦，写较水咧，图会较水就好。吼、哦，材料采工，吼、哦，飘头大后面就好。我搁靠乌西歪哥勾结啊，对不对？不是在体制内运作，在体制外运作。哦，那在体制外运作，省一时对自己有利啊，但是长期呢，对整体不利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啊，国家大家拢无要照体制，这个公司拢无照体制，啊，这个、公司无倒干奇怪，这个国家无败干奇怪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是不是呢？谁都不爱，那反对关税，关税就是体制外运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蛮关税啊，公平竞争啊，透明化、公开化、制度化、标准化，好、哦，是不是？哦，体制内运作的能力，你做一个领导，你做一个首长，你做一个主管，你要伫体制内，好、哦、有运作的执行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！你讲当然啦、啊，啊，我知影好啊，要做体制运作啊。但是刷落呢，刷落呢，哦，你一个人的意见，一个嘴，搁做个说服人，哦，啊，做个管理，但是你这个正确性，我真服，我服你，我服你，唔是你对，我服你是因为你比较高，我服你因为我比你较唔捌。所以我相信你，结果呢？最后呢？嘛是唔对，是不是呢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那怎么办？要幕僚，要顾问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有坚强的顾问群，哦。所以这个首长，这个主管呢，要礼贤下士，哦。用人要以礼，用人不要以钱呐、啊，只是叫行情大家公开讲好的，这免阁讲的。哦，是想加发我唔多啊，想管你嘛唔好我啊。但是钱以外，太过以外，爱一个啥？爱一个尊重，爱一个礼貌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给你赚你两千钱，讲话歹清清，我阁唔是一路咧个，明仔载准备要走啊。吼、哦，这是看你倒，对不对？大人袂当大心啊，所以用人以礼。吼、哦，你要坚强的顾问群，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这非常的吼。哦非常的重要，哦啊、所以呢，大约这几点来复习一下，我讲几点啊？五点。哦，有想要搁增加无？忙了忙了时间，这五点吼、哦，讲来就足好个啦，吼、哦，讲来就足好个啦。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其实也要搁真讲个吼，哎呦，传承，爱能够传承。你袂使新的来一套，啊，旧拢甲放下去，工龄做一半，讲忘做啊，啊，计划做一半，吼、哦，图面做好啊，讲啊，迄个我无爱做啊。一个公司，一个制度，一个组织，它有它的严格，所以有传承。那你要能够继，吼、哦，能够这个继往开来啊，爱讲传承下去啊，对不对？爱传承啊，吼、哦，有传承就有什么样，就有安定啊。你甲他冲，甲他拼，啊，旧的拢袂使，哦。精雕的功勋，你的目中拢变成刺，嗯，这袂中我哦，这个吼、哦、可能袂听我的话哦，啊，所以我不爱用你，哦，这以前的计划吼，唔通，哦，这做了以前人的功劳，啊，台湾是不是安尼？足侪拢安尼哦，哦，所以要传承，你讲七点嘛吼、哦，好个加一点爱传承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讲美国的总统。标准是啥？哦，这几点？哦，但是咱再讲啊，是安怎？这几点，较培养袂出来，后面人也培养会出来。所以我这观察哦，我观察讲，哎、欸，有理哦。我做钦佩甘乃迪，哦，不是钦佩烟斗，哦哦，英俊哦，不是钦佩这个哈、哦。我看到一篇小故事，因老爸。真有钱啊，真有地位啊！因老爸要培养因这囡仔，吼、哦，所以读 A 路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伊出来了，直接
个选参议员，对不对？伊无伫众议员开始选，伊直接个选参议员。哦，因老爸讲，我对选举唔系，我是生意人。我虽然做过外交官，但是我是生意人啊。哦，你去找恁安可什么人，伊个朋友。结果找朋友的时吼，因朋友讲一句话：你要选举？佮亲像1992年吼，我伫美国吼十年黑名单结束啊吼，要倒来台湾吼，阮太太讲你要倒去创啊，我们已经脱出魔掌的，那你是安定啊，哦，你若读册安定，我会头脑安定啊，哦，啊你个博士嘛要退掉啊，啊你倒去创啊，哦，刚刚帮头壳遐骨咧发烧哟，啊敢有可能，吼、哦，1992年我倒来台湾，讲无可能啊。好、哦，结果这个甘乃迪的这个安可，因老爸朋友，你要选举，啊无经验啥的，有啊，恁倒有钱啊，恁老爸有声望啊，吼、哦，但这无够啊，你要选举，我给你建议，你去码头，透早去码头，吼、哦，透早去码头，啊，回来了来喊我参详。伊去码头看到什么情形？今天去台北要选举吼，你咪使甲建议。你要选举，你真优秀啊！因头少年，学历好，口才好，对不对？形象好，你老爸阁有钱。你要选举，去台北叫卡透早。为什么？去创啊！去创啊！去看那个。在找头路、找工课的人，吼、哦，好去码头，叫白鹤啊，去哩，去哩，今天到这，明天再赶过来，遐人，去边啊，今天阁是爱摇北斗啊，明天再赶过来，所以，伊是好个啊。读册一生冇艰苦过，伊看到这种，吼、哦，伊讲，若我做总统，我绝对要优先解决世界嘅问题。所以美国第一个历史上第一个就业法案，就是甘乃迪总统就任了定的，对不对？就业法案救美国嘅经济，好、哦，运用凯恩斯经济学，对不对？甘乃迪，我唔是讲一定爱用凯恩斯经济学，我唔是讲哦一定爱什么就业法案，是迄个时阵，以发自内心的，哈、哦，人民之心，啊、哦，爱心、同理心，我好野人啊，我是咧骗票啊，哦，你要来算我哦，高水甲跋跋倒，我咧无头路，我跋倒咧腰，你讲你以后做总统要帮忙我，你阿爸无今仔日呢？太无爱讲，今仔日的时候，国民党安尼提50块啊嘞！你为什么笑人家买票？叫伊倒来讲啊！我的老师甲讲，我国考老师甲讲安尼，哦，徐天才，你很优秀，你可以回来选啊！我怎啊注意个听？因为哈、哦，阮这做老师的吼、哦，即摆已经无咧替国民党做票啊！我国校老师甲我讲的哦，吼、哦，天才你会使选啊，你这边当会着，哎，会使选啊。因为阮做老师的，这边无咧替国民党做票啊，做票，吼、哦，对，做票，哦。啊，这边来我，大家拜访，我选举无人甲支持哦，我是一个人去台南市的咖啡厅，吼、哦，迄阵无简讯。迄阵有传真，对不对？传真机，吼、哦，有 BB call， 我是用传真机，吼、哦，发新闻稿，互报社，讲我什么人，吼、哦，我要定明仔载啊，后哎明仔载上午10点，要到南门庭院咖啡厅举办参选立委记者会，我是安尼吼，1992年哦，好，啊这边你要宣布啊。
孙伯哈，我去拜访，吼、哦，我一个讲，你美国回来人才，但是吼、哦，你变演到国民党，国民党人咧买票呢，吼、哦，国民党人咧买票呢，啊，你有准备，你有准备考考无？我伫美国回来，我的朋友拢说啊，欠5000块美金，机票算算个剩无偌些，买一台传真机，买票，吼、哦，我讲安怎呢？我讲吼、哦，我足希望我来选的时吼、哦，国民党大买票，哈，你要咪拼？吼、哦，我唔是，因为吼、哦，因为大买票吼、哦，大家就感谢我，票会转乎我，因为我有所以互因扣。有人安尼过无？即民众大家起来反对党，大家去美国民众买票，对不对？我规世人毋捌美国人买票，迄钱要来，吼、哦，外国嘛要冒风险呢，哦，对不对？骗人以后嘛要去抵干呢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赚嘛真辛苦呢。伊买票毋是最大的罪恶，坐票骗票才是最大的罪恶，你讲对不对？买票不是最大的罪恶。但是买票呢，也是罪恶，腐蚀人心，破坏民主体制，哦，不公平竞争，埋没人才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最后也是罪恶啊，但是不是最大的罪恶，哦，所以我讲吼、哦，我不是神，不是仙，我无路去当买票，我当然不去鼓励买票啊，所以迄阵吼，我咧选择中间多有一个做华诶华人协会。发文啊，华人协会啊，吼、哦，我这华人协会发一个通知来，讲要叫参选人吼、哦，连输反贿选呐，我第一个连输，吼、哦，有那么反贿选，这边是得搞左算的，迄种边外的好朋友，迄种边外好朋友，吼、哦，迄台南加工区那种边外好朋友反贿选呐，吼、哦，结果今日我甲大家讲，我伫台南市20几栋。吼、哦，立委唔捌无调过，吼、哦，啊市长做两任，佮加一当，五大台南市的财团拢总因为虾米选举倒闭、破产、逃亡，鼓励买票，反买票竞争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有钱，另外迄国民党排讲，啊靠天灾你惊啥？一个人尔，一个囡仔尔，对唔对？哦。啊！你有钱，因爸嘛有钱，哦，所以1500、1700、1600去拼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咧拼啊！新议员有钱，我是议长，我嘛有钱，我议长嘛出来拼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我咧选的时候，硬算细些，结果人高会出来选的款，啊，国民党一大堆，哦，啊，台南市我迄阵我1991年到市民得出来，出甲27栋嘛，哦，哦，啊，我硬讲差落嘛，哦。我叫你，我对到右边，想我扣看落去的票无？我都我扣到你咧吼，1991年我扣到，但是我安怎算的呢？我三个，我现在我财经嘛吼，哦，财经救台湾嘛，结果一个吼，一个议长吼，台南市市议会议长吼，伊咧起厝的，伊咧起厝的，伊嘛讲伊财经的嘛。好、哦，伊个文书嘛讲哦，真正财经是在地什么人啊？柯天才，迄个是财经，我也是财经。好、哦，讲阿咧，讲送上门的礼物，我当然要收啊。吼、哦，我个个要个个发一个剑贴，吼、哦，欢迎财经辩论。你讲你财经的，我财经的辩论啊。结果吼、哦，拢无要回应，哎，当互你无回应，我啊怎去国校？吼、哦，租一个操场，搭一个细细台啊，细台啊，遐无一人搭大个台啊，啊，买迄落，一卖困嘛租个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我个顶悬个啥呢？吼、哦，靠天财 ，boss， 吼、哦，千千千，财，吼、哦，财经辩论会，我去啊，吼、哦，我足济人来啊，我讲吼、哦，咱搁等伊，吼、哦，搁等伊，搁等伊，搁等伊。6点半等到7点半，吼、哦，讲在等伊中间吼、哦，来，咱有哪有要唱歌的人，卡拉 OK 有哪起来唱一下，吼、哦，我一个起来唱回乡的我，
啊，拢无麦，啊，拢无伴奏，啊，拢无卡拉 OK， 拢无。大概七点半讲伊唔来啊吼，伊唔来，你嘛袂使吼，无吼，迄个讲空手而归呢。我既然请恁来啊，嘛袂使恁闹开呢。来，我讲我再经理念，吼，我讲吼，然后国民党统治落吼，啊，台湾人吼，永远做工袂出头啦，吼。啊，农业被牺牲，培育工业，即爿工业要牺牲啥？要牺牲中小企业，所以中小企业，恁遮足侪拢中小企业的企业主，恁是愈来愈好过，还是愈来愈歹做？恁讲，大家讲哦，佮开始叫啊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万万岁！我看安怎样，安怎吼开始叫，讲中小企业，讲吼恁大家免叫，我个是伫十年前迄阵嘛吼，我是十年前伫文化大学做系主任咧教册，无代无志，我变成乌名单。原因就是我写五篇文章去批评着国民党的经济政策，国民党的经济政策是另外变相的实民主义的政策。吼、哦，啊，今日有实民主义无？吼、哦，有一本册《Five Nations Fair》，研究人类历史是咱国家的迄一摆，吼、哦，一摆不管什么制度。哦，咱话共产制度、社会主义有迄个资本主义、自由市场，有即个无同的制度。哦，有民族国家，有专制国家。哦，哦，我较早古早时呢，有即个帝制。哦，啊，即个有宪政。哦，哦，拢有无同的制度。伊讲不管什么制度，只要伫咧即个体系内底存在着剥削。压榨无公平，剥削压榨无公平，安尼迄个制度阁维持袂落，最后阁会败，你讲对唔对？哦，中国讲因共产党是学做改良的社会主义，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。然后剥削有无公平，有歪哥一定会败，对唔对？国民党是哪会败？国民党是哪会败？贪污歪哥啊，哦。对不对？哦，贪污就是一种压榨。我不劳而获，就是压榨。官商勾结、偷工减料，不劳而获嘛是欺骗，嘛是压榨。你认真做诶，无所得，啊伊用骗诶有趁钱，这不是压榨吗？啊，工资，哦，什么派遣工，啊白白工啊。靠什么派遣工？啊，伊个仔仔，啊，做小行工课，啊，个必胜保障，翘脚练喙手，啊，我个去予伊切割，啊，个一个来，啊，明仔载头路就唔知，佫无退休金，这不是剥削吗？这不是压榨吗？对不对？无公平，必败。但是我个体有利啊，你用派遣工好啊，我今日成本升起来啊，你无头路，你较乖乖啊做啊，对不对？但是这。刷落去，派遣工当时开始的，几年前开始的，十多年前开始的，今仔日台湾平均是一个薪资倒退十六档，国家变哪进步，科技变哪发展，我会当不劳而获，我唔免打拼，会当赚钱，我唔免研究科技，我生产出来物件会变哪较俗，安尼短期我赚钱呀，对不对？但长期呢，这个国家、这个产业的科技水准、技术能力，是不是会输人？对不对？啊，输人就是规个拢去啊，接着个体跟总体的矛盾，个体短期受益，总体长期完蛋，对不对？啊，总体较重要，个体较重要，总体较重要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台湾的经济失败，对，失败是不公平啊。失败的压榨体制啊！啊，压榨体制当时开始的，我来哦，日本人哦，足好诶，哦，荷兰人足好诶，日本荷兰人，互台湾人知影安怎做生意，日本人互台湾人知影什么叫做建设，有因的贡献，但是呢，伊有投资，有建设，提高你的生产力，吼、哦，创造你的收入。但是呢，伊甲你提出去，对不对？你看，1936年，
1936年，台湾经济达到历史的新高峰。1936年是台湾48年吼、哦、经济史的一个历史高峰。要恢复到每个人平均的生产额度，会当阁恢复1936年，等几年点知？来，台湾民政府的先进袂使无了解这个数字，这是咱台湾历史惨痛的经验。哦，1936年，平均每个人的生产，伫台湾的经济史顶端达到一个高峰。这个高峰呢，因为战争的过程，阁国民党来，吼、哦，1949年6月15日，经济全面惨败了。物资波动，通货膨胀，生产不足，造成吼严重，诶，即个讲失业兼通货膨胀，钱咧薄，阁无工课，迄种情形变成安怎？旧台票怎啊袂用是？旧台票1949年6月15日，偌济钱诶旧台票换1元诶新台票？40,000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为着40,000块，唔是为着10,000块，无遐济。吼、哦，咱讲为着10,000块，对不对？周家路，对不对？咱台湾人为着40,000块尔，个贵个惨了了。40,000块换1元，1949年6月15日。但是安尼倒来，来开始有美元，吼、哦，顶，吼、哦，一直恢复。长时间恢复，1936，32年后。32年后，1968年，台湾的生产水准用每个人平均来算，甲恢复1936年的水准。为着这个战乱，改朝换代，台湾的生活，而这个经济水平，人民的生活，吼、哦，倒退32档。目前。台湾已经应该有3/7的人，因为政治的失败，生活水准已经倒退几档，16档，会阁倒退未？未，因为国家先灭亡。这个经济继续失败落，台湾绝对灭亡。绝对灭亡！这边拼经济是对的，但这边拼经济，不是单纯拼经济会当达成的，需要拼政治，需要拼主权，需要拼文化，需要拼教育，综合起来才能救经济。因为这个经济是制度性、体制性、结构性的。诶，这个衰退，不是经济循环性，是结构性啊。结构无改善，体质无提升，经济无救。要改善这个经济结构，要改善这个体质，不是单纯伫产业，是那科技。头我讲的科技输人啊，那英国爬起来啊，是那英国是欧美。社会的一个海岛国家，咱爬起来啊！啊，台湾是东亚社会的一个海岛国家，是那科技的点类，这都有关系，不是单纯的科技的关系。一定要去核实，安尼能源政策要哪改变？你要坚持一项，剩的拢无出路，要哪改变？对不对？无改变，以后过安怎？输气嘛，吼、哦，所以我用这讲吼，吼、哦，他都讲这条件，第一道德啊，吼、哦，等这讲落来啊，但是总个是体制内底啊，啊，今日去体制出问题，你要伫体制内有执行力，啊，体制本身腐败，所以要安怎改革体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第七点哦，伫台湾来讲，要有领导人啊，要有改革体制的能力魄力，对不对？
安尼啊，爱加一项。啊，美国，美国嘛是有改变体制啊。美国，美国总统安怎讲？奥巴马安怎讲？欠子，吼、哦，为欠，对不对？改变体制，吼、哦，啊，别样改变体制。来，我讲阿扁啊，阿扁啊，就任的时候，我讲你第一爱财政改革，第二爱全面改变体制，公营事业爱有计划性，该取消，这种剥削体制，拢压榨体制的延续嘛。日本人压榨台湾，建设台湾真济啊，台湾生产1936年已经遐悬啊，但是台湾的农民迄阵出口米，台湾的米。饲一半日本人，台湾的糖饲70%的日本人，台湾小小一个海岛，米饲一半的日本人，糖饲70%的日本人，伊对台湾建设嘛，甲差不多尔，对不对？但是台湾人呢，你农民，七家是哪会当全家生产？因为啥？品种改良。切甲种，爱甲送体，吼、哦，肥料，肥料爱甲送买。啊，切甲种，要合理是啥物条件？吼、哦，肥料你甲买啥物价格？迄上定的，拢一定的啊。所以，互你食，互你枵袂死，但是绝对无通你剩，对不对？你生产较好剩啊，伊肥料就甲你起价啊。啊，你毋野肥。肥已经中毒啊！咱的土地吼，咱的种植野肥哦，敢那中毒啊吼，迄改袂起来啊！吼，无野肥个无生产啊，对不对？属于咱台湾生态破坏了，无山药啊，水果个袂当生产啊，袂凋萎，对不对？生态环境破坏掉，伊个甲你饲。所以吼，我去外蒙古，咱栽培要去遐设肥料厂，我讲忙啦，吼，咱忙做这个无道德个代志啊！规个外蒙古草原遐尼水，生态那么美，那么自然，你肥料厂设落，以后大概围一地，吼，围一地野肥嘞，草比人比较够大，对不对？但迄地害去啊，吼啊，嘿，伊唔免安尼吼，游牧民族唔免安尼行遐远，吼，即细地可以当饲遐侪牛，啊，我嘛要来围一地啊，啊咧，即个栽培来入去蒙古，蒙古人口无偌济，你何必为着遐几个财团，为几个蒙族，吼，你去人设肥料厂，我叫伊忙，我有无我唔知啊，哦。我那外蒙古吼，无民主政治吼，啊，佮有财团主义吼，啊，温室肥料厂的，对不对？哦，物以稀为贵，台湾的农民较未生存，现在未生存，破坏去啊，成本高啊，有机的贵啊，有机的贵，大家进买有机的买会起的人真济啊，现在有机推广不来，为怎样？进口嘛，对不对？进口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为怎样？有这个市场遐尼少，因为大家所得都无提高啊。头拄讲的，已经三分之一人口倒退十几档啊。你有钱的人买得起，我无钱的买袂起啊。所以这恶性循环破坏这体制良性的一个发展，吼、哦，需要啥？需要足侪专业的顾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讲的有影无？吼、哦，你讲我天才，你捌遮济，唔通安尼讲。我捌的是该捌的小部分尔，吼、哦，偌济咱唔捌的啊，隔行如隔山啊！你现在会使无尊重专家，吼、哦，那个是安尼啊，还问题咧，趣味伫底？我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，我讲你也别，你这个税法要安尼改啊，不如慢改。你正所税要扣，啊，要安尼扣，我提供一个版本。哦，啊！你这个版本你也唔实施，咱《经济日报》《工商时报》拢专门讲我这个版本上好，啊！恁两要拢无要采用，那安尼我放弃，拜托办改，
我外国起煞无？正所谓解决外国起煞无？结果哦，一个政要，我忘记讲对是党诶，甲我讲，天才啊，三八诶，做股票诶人吼，更是靠起价咧趁钱诶，靠啥趁钱？靠内线起起落落趁钱啊！啊，所以我甲创吼股票歹吼，我就知影先甲放空啊，我就趁来啊。恁大家拜我好啊，啊，算计经费个有啊，白条啊卡个有啊。啊，所以白来白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金钱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体制改革，好、哦，所以哦，这套我稍微讲这个故事吼，和、哦、你再讲，哎呀，领导人人物，领导人在边的朋友，伫家庭教育，伫校教育个开始教育伊个人格道德，对不对？这非常的重要。无爱心，那讲慈悲生智慧，你头先讲着智慧嘛？哦，无慈悲绝对无智慧。慈悲是智慧的来源。你一直慈悲，一直想要去替人做好事，一直要帮忙迄个代志帮忙完成，一直要救这个人，要救这项，要解决这个代志，你一直急头脑，有一日佮找出方法，迄、那个叫做智慧，对不对？法门嘛、哦，有方法找到一个门叫做法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法门嘛，哦，什么叫做法门？法门不是新鲜噶有啊，那当然冇法门，对不对？哦，民政府免了成功冇法门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还要请教恁的领导，唔是请教我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套免了培养，伫教育开始。所以在座吼，你老囝、老孙，你一定爱利用家庭做伙的时阵，不管是去游览佚佗，不管是平常时食饭做伙，一定爱坚持道德。今天若无要死的吼，未要死啊！今仔有厝人住的，吼，迄个厝无随便无去。唔免急要买第二栋，但是家庭顾条，后代要传落，传道德给伊，技术给伊无重要，技术给伊一山比一山较悬呐，吼、哦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、啊，你这个技术给伊无重要，你道德给伊较重要，道德别人袂当给伊，因为外口恶性的竞争。要叫伊修到道德非常困难，所以伫家庭做伊个，该引导、该支持，伊敢有法通坚持道德？你讲对唔对？是啊，做官的贪污，有可能两个因素嘛，一个因某吼作贪的嘛，吼、哦、人来个收嘛，收不够，佫叫翁去摕来斗嘛，对唔对？哦，有可能因某袂安尼啊，但是伊贪嘛。走去找小三啊、哦、所以两个加起来嘛叫做贪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吼、哦，所以家庭顾条，家庭顾条就没有小三啊，道德非常重要。请教，伫台湾的社会，还佫有偌济家庭好有啦？吼、哦，好的教育有咧讲道德啦，礼义廉耻啊，四维八德啦、啊，哦，结果你讲迄拢无道德啊，啥礼义廉耻，你想无礼义廉耻啊？对不对？哦，我伫台南吼，甲蒋介石个铜像，我无甲烟头倒，我无甲分割，但是我呢，甲请去伫一个做系统个所在，吼、哦，可以离开台南公园，哦，所以台南公园阁无蒋介石个铜像，哦，对唔对？哦，啊，蒋介石嘛，佫感谢我呢，哦，因为台南公园呢。是真侪人咧甲，吼、哦、我讲较粗落啊吼，台湾吼，吼咧甲歌安那啦吼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但咱即要去啊吼，人因拢有迄老哦，大家甲敬礼咧。所以蒋介石讲，靠天才虽然是含我不感动，但是呢替我维护尊严。好、哦，
这叫做啥？自卑啊！哦，我不忍心，甚至外派我无甲外家认同嘛，不忍心一个同乡互安尼，吼、哦，甲当作目标安尼甲迫害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我、啊、其实迄个这个，迄个这个哥哥安怎的人，我讲吼，恁是可怜的，恁为着伊吼，啊，大家都在受气，吼、哦，我过来遮抗争，我袂当袂当安尼安静，吼、哦，过日恁嘛可怜的，我替恁解决。好、哦，你花时间，吼、哦，我解决你啊，讲对啊，吼，但恁讲唔，安尼个水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大家拢圆满，大家拢圆满，吼、哦，即是安尼啊。所以要有自卑心啊，道德良心做开始啊，吼、哦，我讲绝对唔通为着掠一个贼啊，吼、哦，吼，把所有的人拢关起来，把所有人关起来，吼、哦，比无掠贼，佫较无道德，你讲对不对？本来是呢，哦，你有钱，家己无小心，也是不可抗力，算是挂，虽然唔好，但是无遐严重啊。所以美国吼、哦，美国讲你讲啊，我真想抢去，恁纽约个电影遐尼歹，我个朋友去美国吼，逐座他妈所有逐座拢抢钱，我足奇怪，该袂抢我，该抢你咧，哦。我偏偏拢台湾来，先来抢我较细汉，啊，先来抢你大汉的，还袂抢我呢，吼、哦，迄叫做肢体语言呐、啊。我行路紧，我行路咧，面对前方目标，啊，我的朋友呢，行路慢，对我袂着，我阁歪头歪耳，但我知影怪讲客，吼、哦，所以逐摆逐个抢，伊都抢个咧，我顶下叫抢，我一个唔甘愿，我到底要甲你啊？佮足注意啊、哦！闽南的啊，吼、哦，两个好，两个乌人烟啊，走烧肉，吼、哦，伊佮佮看两个烧肉咧，啊，无意思，唔知我要佮抢个咧，看两个烧肉，我徛咧看两个烧肉咧，结果两个在到伊边个时候，忽然间一个右手一个左手都佮插起来，我插起来啊，啊，是第三个来落底啊，淹落，吼，唔是讲佮提钱哦，两手伫落底啊，淹落，拢总个救出来，吼、哦。第四个来，钱袋也捡去，银角也捡去，吼、哦，还两个呢，该放我倒。第一遍，安尼我去捡去，做唔甘愿呢？我第一阵呢，啊，准备嘛是个不好。伊讲，搁未过来，唔当啊，唔当啊，第三遍啊，唔当第三遍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我个无第三遍的故事讲恁听，吼、哦，伊唱，哎、欸，特别去，特别用唱。结果去报案哦，美国警察呢，第一日问讲。你身躯带偌济钱？伊讲无啦，$500尔。伊讲你唔知影美国规矩，袂使超过20股吗？是啦，是啦，美国的 A 的规矩袂使超过20股，因为美国警察有一个潜规则，吼、哦，损失20元以下呢，可以不登录。不行啊，你讲，美国抢来抢去嘛，吼、哦。伊讲吼，你去饭，你去餐厅食饭吼，消费个超过20元，你含20元在报案，哦，帮忙美国政府做一寡救济，还、啊、是过去啊。但是人迄个尤尼亚里吼，迄、那个市长，吼、哦，尤尼亚里，迄好个市长，我迄特别检察官出身的犹太人，吼、哦，大讲本来要选总统，我到尾也个无法度吼。911你看伊处理个好，吼、哦，伊去哩。把所有的流浪汉啊、游民啊，拢总处理掉。哦，迄有一套我无先人讲的，迄个是领导啊，领导爱家己想办法啦、啊。哦，话讲要选什么长，人讲啊，你也拢无经验，你要选？靠个经验，我起来吼，甲定一个目标，表现好诶，甲升官；表现歹，甲淘汰。安尼个做好啊，还有可能吗？还有可能吗？那安尼吼，那安尼吼，唔免选总统，也免选市长，咱甲神吼，请去踩迄个桌仔顶吼，用跋杯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你表现好跋杯，吼、哦，神讲你好啊，对不对？安尼你老嘞，啊跋无杯，吼、哦，都太，他们修行艺术，什么叫做科技？科技有公平吗？科技有标准吗？科技有健康吗？科技歹甲淘汰，科技好甲提拔。啊！你含国民党较早咪相像，啊！你大家拢唔捌，你唔捌会当去考试，你个边人较唔捌，你会当去考试当表演好阿歹嘛？你讲对唔对？
所以选举哦，你要选哦，爱选真侪领导，啊，真侪领导，佮甲即个球，即、這个球队要选教练，会使选出一个冇拍过球的球的教练吗？会使吗？你讲袂使，你讲的哦，来台湾选举拢选迄、那、落、個。所以吼、哦，领导安怎来？你家庭教育爱开始。第二哦，要有使命感。我唔敢讲，唔敢讲，我杀起伊好歹哦。但是我有足无共的，参咱足无共的呢。吼、哦，我一生唔爱找过头路。选举呐，开始动作找头路，安尼我有找头路。我即坦白讲，大家知嘛吼。但是选举呐，无算找头路吼，我唔捌找过头路。但是我唔捌失业过。我毋捌失业过，哦，有可能我定要失业嘛，所以我真个想想，我免怎嘛，免怎保持一生的纪录，唔免找头路，佫袂失业，我真开始咧想啊。但是我的个性吼，若咧想个人的问题先吼，佫想着比我比较可怜的人，无头路，唔知变怎。慈悲心，慈悲心出发，你要做甚物代志？你现在要做企业家？唔是你要赚钱，我当然做企业要赚钱啊。但你想着讲，比我个人赚钱较有意义的，是我会当培养足侪人才，我会当创造足侪就业机会，我会当对社会贡献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这个本末不要倒置，先利他才能利己，为利己不利他，最后一定没办法对自己哦有利。所以主事的人最后一定是。吼、哦，损人不利己，对不对？私心一定要放弃，哎，不是干那政治了，各行各业，私心一定要先放弃，私心一定要先放弃。吼、哦，所以我伫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，佮开始培养吼。所以台湾现在看下这领导，吼、哦，我一个朋友吼，带伊个后生，我因两个后生吼，拢足够个，拢。台大医学院的，啊，迄个高中毕业了，迄个高中毕业了，佮出来香港佚佗，吼、哦，迄阵吼也袂遮开放的，去香港吼、哦，啊去书店，我、哦、看到中国出版的册咧，美中介绍，吼、哦，我佮你阿兄，吼、哦，阿因老爸讲，佮你金甲头那个，你真看下要，你是看是要创啊，吼、哦。伊讲现在袂使看钱，来到香港现在袂使看钱，啊！你看你后日要哪考试呀？吼、哦，迄囡仔哪讲呢？爸爸，你放心啦，考试我也要写啦，但是我捌的另外一套啦。我知安怎考试啦，你免甲我教，但是我捌的我另外一套。台湾的教育就是安尼开始的，台湾的教育是安尼开始的。哦，安尼，你用这個国家有救吗？问题就来了，所以出题教育无唔对哦。但是教育，自我教育，这是一生的代志；家庭教育，这是一个开始，基本的；学校社会的教育，顶多次要。所以，迄、那个价值观。以色列猶太人亡國幾年？好、哦，人會當建國，對不對？在無在恢復語言開始，你看多辛苦。好、哦，因今仔日的教育部長安怎講？因這邊新任的教育部長，好、哦、皮，這個皮論，好、哦、皮龍，伊安怎講？伊講哦。以色列人口少，国家少，无资源，四面拢装敌人。要按照以色列的青年，甘愿继续留在这个国家，为这个国家来打拼，这是上大的挑战。你看，以色列在外国，在世界各国有亲戚朋友偌济。因今仔日，若要去外国留学，
美国国家头路，是毋是以色列国家走了了？是咱因甘愿在以色列留咧拍拼，这是因的条件。但时代改变啊，伊讲咱这个教育呢爱改革啊，爱哪改革？伊安怎改革？伊有一个政策，将来毕业生唔通毕业了马上找头路，将来毕业生毕业了先去外国流流咧，走走行行咧，佮无头路无读册去流浪去佚佗嘛好，吼、哦。两当后，佮当来思考讲，你要做啥？很多人沒出來過一直吼你的表一直聽啊，結果兩年也要找頭路，對不對？啊，你知道兩年難找頭路，不如這兩年放我開去世界走走走，回來選一個人這樣吼專心把他拼下去，對不對？你去世界走走走走的，知道我在台灣的位置，在台灣有我的願景，有我的理想，有我的夢，有我的興趣，所以我自由的选择，我最后选择要倒转来家己台湾、以色列，因的人最后要选择搁倒转来以色列。安尼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台湾人，你讲对不对？啊，认同台湾的历史，认同台湾的土地，爱台湾人叫做台湾人，这个定义有路用吗？哦。台湾，我有愿景，我有理想，我有梦，我决心要在台湾拼，我一生要在这发展，我当然会变成真正的台湾人嘛？你讲对不对？啊，咱爱有这条件给人啊，爱有这环境给人啊，啊，咱的教育有这环境有无？话讲有，话讲无，有无拢有。我两边的票中奖。即摆大学毕业，为着40,000块，搁40,000块，即摆即个唔是旧台票，是新台票，走去新加坡立正站好，看到人个惊咧，吼、哦，40,000块，旅社40,000块，饭店40,000块，机场40,000块，吼、哦，伫台湾够有礼貌，伫台湾搁加一个自由咧，吼、哦，唔免去严审咧。哦，严啥？查甫无这个问题，查甫可怜呢，逐个月叫你去严呢，严啥？严怎样？严啥？严怎样？有没有怀孕啊？如果怀孕就驱逐出境。台湾吃头路会讲你怀孕，给你检验吗？啊，得做台湾人，该去新加坡方严审，讲有怀孕无吗？为了40,000块。因今日出事，你要怎变新加坡人啊？啊，咱这嘛是对人安尼啊，外头唔是安尼吗？外头怀疑唔是关掉吗？世界对外头拢安尼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做外头，你就是安尼。啊，台湾人今日变啊，短短，真偌济家庭用外头，偌济家庭开始做台劳，做外国人的外头变化。但最后，什么人真正决心要在台湾发展？个亲像我阵1992年要倒来，阮太太甲我摸头，甲遐讲咧发烧哟。第一，我们已经脱出魔掌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去？哦。第二，选举天方夜谭，你凭什么选举？哦，你凭什么选举？我跟太太叫我幸福了啦，安那幸福了，哦。伊讲伊嫁我吼。哦，你后壁咧多久开始听，耳仔举起来，哦，讲到感情的代志，都爱听。甲我讲吼，我希望我们家是书香门第就好了，书香门第啊。结果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的朋友彭白贤啊，含我同学啊，吼、哦，伊伫合口食头路，比我较早买厝啊。我去遐租一间房间，结婚了，第一间房间。那间房间吼，拢总是要2.5平，3房2厅都在里面。客厅
餐厅都在里面呢、啊，不是两厅吗？哦，啊，三房、书房、卧房、厨房，一个点歌插伫桌仔脚个一个厨房啊，哦，啊，一个壁桌顶悬贴册，不是书房吗？哦，三房两厅都要两陪伴。我讲哦，你说要书香门第啊，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书香门第的家庭。二十四点钟拢切，安尼起来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就这样啊，也是过得很快乐啊，哦，啊，忽然间，你看，我短短四年哦，短短三，短短不到三年，我做下主任吗？伫江苏跳过下主任，不到三年，好、哦。安尼，大家做不赢。我即摆较无行情啊，哦，足久无出来演讲啊，真无行情啊。迄阵哦，逐礼拜个演讲，哦，台湾经济研究所迄阵要袂行政研究院副研究员，文化大学副教授，文化大学系主任，文化大学哦实习行总经理，哦，安尼几样头咯，四行。阮太太伫华南银行上班，1980年，阮两个薪水加起来超过10万块，安尼讲有济无？说最近要买厝啊，哦，但忽然间，我讲要出国，啊？你想要出国？阿妈听讲你咧准备诶，我无出嚟危险，你啥物代志危险？甲讲安怎呢？自认的了不起，伊讲要掠我，有可风险吗？我不走袂使啊！哦，伊甲我讲，我自认的了不起啊！不管啊，我就走啊！我走了五个月，我无甲6个月，我的好朋友兼同事卢修伊，恁办法哦，叫掠去，莫须有的罪名，叫掠去，伊报我走的，人咧挖起你啊！我拢伫本仔台下驾车。我做银行的系主任，伊做政治的系主任。我怎啊？1982年，啊是那郑成功吼，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，伫日本兵库出生。这个日期我记啊足清楚。吼、哦，1961年4月30日登陆独立门，大江大海。这个日期我嘛记咧。是那伊过身迄日我也记啊清楚。1662年6月23日。我也记得很清楚，这个歹记啊，对不对？因迄个就是我走路离开台湾的日子啦。拢离开台湾，啊，我也离开台湾啦。但是我讲哦，郑成功离开台湾哦，全部倒来，我离开台湾绝对要搁倒来。哦，所以我1992年5月搁倒来我台湾，啊，多前后多10冬，多10冬，哦，这个是安尼开始的。哦，人生足趣味啊！我唔捌出过头路，但是唔捌失业。但是我大家拢想讲，要怎替国家、替台湾做代志？但我今日来到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我要甲大家鼓励，恁是台湾的希望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希望不是干那恁尔啦，吼。但是绝对是台湾希望之一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因为恁已经大家无看好。啊！恁个甘愿安尼拼，这个是为台湾咧拼，对不对？咱无这种梦想，你有这种梦想；咱无这种愿景，你有这种愿景；咱无这种决心，你有这种决心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恁拢是台湾人，我今日在替台向台湾人讲话，我感觉足光荣的。哦，台湾需要领导出地爱心先开始，慈悲先开始，他都讲遐拢是一连串下，但是不能不科学。不能没有方法，所以在做市场，我来跟鼓励安怎？哦，依法行事，科学办事。依法行事，科学办事。方法一定要科学，不科学原则无符合的，无符合科学原理的，这个方法绝对吼，唔通我白用。哦，物有理啊，事有责啊，对不对？理则啊，逻辑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较会使有伦次，较会使毫无脉络，
非常清楚。美国参议员按照咧用助理，美国参议员按用助理，美国参议员迄国家很大。那照美国的标准吼，台湾的立法院要搁十倍才有够。人代志遐多，咱代志遐少，对不对？啊，是毋免十倍，或者一百倍，但是人安怎用助理的？这个政策今天要被表决，今天要发言，我无时间要讨论哦。人今天创啥，恁助理拢分门别类，拢清楚哦。我无我给你，给你 fire 啊！我只要来到电梯，你到电梯靠等我。好、哦，开始伫电梯摕资料花，开始甲我报告。我定定听你，会甲讲一定讲。讲到顶关，好，你袂当入去。迄、那个议堂，迄、那个议场，你袂当入去，我会当入去。安尼我已经听清楚啊。安尼几分钟？对。这件代志三分钟报告不清楚，这个助理袂用尽。啊，你有法当用这个人无？啊！你有能力去请到这个人无？啊！你有够礼貌去请到这个人无？对不对？所以领导怎么样？有重要无？无简单呐、啊！哦，无简单呐、啊！我头先讲，我唔捌吹头脑，我唔捌事业，但我伫另外的英国助理拢唔捌事业过，后壁大家拢做好个好，今天第一做主任的过来，我1992年做到2001年嘛吼。我在高中培养我一个助理，拢留伫电话里，真了还佫伫啊，薪水拢变足悬啊，吼、哦！我佫倒转去做立委，我绝对袂讲恶来啊。为什么？我请袂起遐悬的薪水啊。迄逐年咧升吼，迄只拢十万块以上啊咧，我只请三四万尔咧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三四万我空间足大咧，哦。我两三个月个调整几千块啊，伊欢喜个咧。啊，我若甲旧个请倒来吼，我较有可能个调整啊。哦，啊你我较熟个，你较熟个。哦，好，啊是伊若看我倒来吼，烦恼到讲惊我旧个助理个我救倒来，好过条条，搁较加薪，吼、哦、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倒转个地方，你要创造多少福利？哦，我家己嘛好，对不对？我培养啊，我培养啊。哦，我以前当个1992年倒来先，我即。这场咧等即阵吼，等后场，等即阵我开始写后场的稿，吼、哦，我即阵了吼，稿就是交予记者进去影印啦。记者本来个分单，所以你个安尼拼，我真无法度，吼、哦，真杂务太济，吼、哦，服务案件偌济，毋知影，迄疑难杂症拢会走来啊。啊，你问，恁慢慢找我服务咧，拜托个，吼、哦。你若爱心人找我服务呢，因为我的时间来给其他人用，因恁本身就足够啊！你讲笑啦吼，吼！但是这个是讲吼，这个国家也好，每一个能力，诶，这个领导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伫台南市政府咧做市长的时候，我按怎甲学生讲的？我你有一个志愿，你们每个人要有一个志愿，要当世界公民，要当世界公民，世界公民。而你世界公民来对，你爱做啥？爱做各领域的领导者，各领域的领导者。纽约一间高中叫做布朗斯大学，布朗斯 High， 哦，培养一间高中，咱培养的诺贝尔奖金的得奖是两位数。不是个位数，一间高中会当培养两位数的诺贝尔奖金的得主。咱台湾一个国家，吼、哦，壮啊甲强啊，唔捌培养半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。李彦哲是美国培养的，不是台湾培养的，你讲对不对？伊也当一直继续来台湾，有可能吗？今天去，咱讲美国，咱讲军事。咱伫无主的中间，人个科技阁去外行去啊！咱真国防的募兵募不到，美国募兵也募不到。但是他们募的是什么兵？我们募的是什么兵？他们募的兵是无人飞机的砍错了。因到2017年以前，因需要训练出1600多个
1600外诶无人飞机的操控者，不是驾驶员的哈，操控者。为什么？心理压力太大。哦，这个人坐伫电脑荧幕遐，哦，在训练，在战争的时候，这个人坐伫电脑荧幕遐在操控这台飞机。虽然拢总自动化，但是伊要下指令啊，哦，爱收集资讯啊，等。那美国已经进入这个时代啊，无人飞机，无人飞机有什么特别？有什么特色？来，最后那讲一个消息啊，无人的飞机吼，哦，做这无人的有人飞机做不到的事情，无人飞机做得到，对不对？人体力有限嘛，你速度遐尼紧，人挡袂牢啊！像用什么9G、10G， 吼，挡袂牢啊，人有法度啊，吼、哦。美国战争已经进啊，迄是啥？你讲啊，人命，那你就是讲人命的价值，需要付出这么多、这么高的代价吗？为了要保护一个飞行员战争亡死去，需要发展这么贵的无人飞机吗？你一定安尼想的哦，不是你啦，足侪人一定安尼想。咱这个政府绝对安尼想的啦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但是问题是对，因为无人飞机的研发，延伸出来的新科技，可以用到改善我们国家产业竞争力、国民生产力，你看有多大、有多高，对不对？人是安尼发展的，那是发展的，所以国防不一定歹。但是咱这个国防吼，干那买人的武器吼，啊，底下新鲜吼，啊，饲一个人底下营营无代志吼，吼，各会个糟蹋死吼，啊，这个国防等于忙较好，是不是呢？吼、哦，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啊，所以这都是价值观啊，这都是环境啊。你做国防部对，你做军人，你环境，这个国家环境，你说你宿命里对，不是要领导吗？啊，喊总统起来，陆勇佫唔知啊，你讲也领导。台湾人的常识，吼、哦，应该会捌的，伊个唔捌啊！你讲伊爱台湾吗？跟我们格格不入嘛，吼、哦，跟我们格格不入。我用这做的是格格不入哦，底只幼小看他格格不入哦。从历史是政治的根，但是呢，历史是政治的过去，历史是政治的根啊，无根，这张树啊，开发当成长。所以做政治就要了解历史，任何政治、政治运动、政治人物、政治组织，拢总爱了解历史，你讲对不对？吼、哦！所以台湾人要变成一个国家，台湾的教育的第一课、第一章，是毋是要先教台湾的历史？毋是教中国历史，是世界历史，应该先教台湾的历史，对不对？啊，囡仔应该先教厝边头尾啊，咱的砖头历史，对不对？是咱台湾的历史，这个教一个手个教世界遐尼大，吼、哦，啊无教古早五千年前，五千年前的代志未使唔捌，但是以后敢捌就好啊，唔免今日去捌，今日捌哎，今日迄个代志你讲对唔对？哦，啊所以咱的领导人物伫对，无中心思想，没有中心思想，为什么要中心思想？因为没有使命感，没有愿景。所以都无道德，所以到尾变怎？大所无用，拢求家己利益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所以现在台湾的缺乏领导的人物，毋是干咧政治尔，各行各业，吼、哦，伫这开始了解，吼、哦，这开始了解。啊，你讲哇，看现在你搞了这侪时间，啊，我做笔记嘛无结论呢，吼、哦，领导人物可遇不可求，变哪有结论呐、啊？吼、哦。这个结论留给你自己，如何培养你自己，如何培养你的儿子，如何培养你的孙子，当成各领域的领袖，这样好吗？台湾需要领袖，制度需要领袖，体制需要领袖，机关需要领袖，组织需要领袖，这个运动需要领袖，吼、哦，相当重要。头先讲幕僚群，吼、哦，传承。哦，团队，你无幕僚请个无团队啊？哦，你没有体制内的运作能力，你就没有团队。有团队嘛，甲破坏。
我台南市政府，我上任无带我的人入去，我立委的助理入去拢做机要，但我的机要拢未使提因啊。咱台湾这个机要吼，咱台湾这个机要吼，这个制度很暧昧，这个制度暧昧啊，互你体制外的人入去体制内，含体制内做为讲师，甚至监督。领导管理体制来是成何体统？对不对？有思考这个问题无？所以我入去，我的机要服务，对我服务民众，对待服务公务员，唔敢甲我讲的，你听到来甲我讲，什么人有问题？吼、哦！我最后才发现讲，公务员的问题比民众的问题较济，还是免服务民众？经济不好。啊，公务员的比经济愈歹，你唔相信？薪水遐尼高，遐固定，较经济歹。我安怎讲公务员的经济歹？讲恁听，偌济人是伫方伫方法院扣薪水啊，较经济无，较无歹，诶，较无影歹。啊，是安怎来？要怪谁？薪水无够吗？一个人的薪水，一个食头路，一个公务员的薪水，三分之一爱向法院扣。伊会安心，会安分守己吗？伊会认真拍拼吗？啊，非常困难啊！甚至讲伊足乖的吼，但是心嘛咧烦恼迄样啊，对不对？嘛要当专心啊！吼、哦，第一项，第二项，你要专究化，考试真好啊，高考成绩真好啊，但是吼、哦，迄考场吼，我拢无换人，原来拢啊老咧，我问起来吼、哦，有出国过吼、哦？无一声，今日世界生做安怎？一生有出国过，做个科长啊，科长啊，有出国过，无甲一声。啊，这个团队是免啊国际化，免啊全球化。有啊，有咧出国啊，上咧出国，固定的人咧出国，拢迄个出国足奇怪，拢迄个出国。啊，出国拢创啊？去观光去佚佗，啊报告冇得交，好啊叫伊交呢，网络抄抄嘞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真正家己发现呢，去认真呢有几个，好、哦，那你今要来办一个出国成绩比赛，好、哦，来建立一个指标，出国爱公平，好、哦，出国爱认真，出国爱有成果，啊，回来呢爱有发挥，爱有利用，对不对？安尼最终的这条钱，啊，无彩出国彩礼会、考察会，通通删掉，对不对？啊，把出国当作福利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咧做市长吼，唔免我公平哦，自然个公平啊。因为喊我做位出一遍的，第二遍都唔敢出去，我要忝死。等下写报告，首先来做功课，哦。所以讲一边去啊，唔敢去啊，吼，无，唔能够去啊，唔能去啊，吼，把机会让给别人，我工作很忙，吼，所以吼，我做市长，我出国机次数真多，但是呢，科长哦，一半以上拢我带出国，哦，非常重要。今天世界变化遐尼大，进步遐尼紧。一定要有世界观，要有国际观，一定要想办法出去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你若要选一个领导人物，要选一个领导人在台湾哦，好、哦，偷偷啊藏到心肝内，爱探听伊有出国过无？无出国过，较叫较紧出国个。迄出去行行等无？啊，唔是含旅行团去佚佗，啊参加旅行团个迄无算，旅行团搁咧挂鸭咧，对不对？哦。去买物件，佫唔敢开，吼、哦！啊，倒啊看，啊看有路用，爱考察，爱有计划，吼、哦！这就是安尼吼，领导佮是培养家己能力啊。啊，你的能力是安怎来？世界潮流咧改变咧，很紧，你要安怎对着时代，这非常的重要，吼、哦！明明佮有新的系统啊，啊，你还佮伫，你的计划还佮用旧系统，采工要用旧的系统，啊，你温书诶。哦，我讲一个，你听我咧做市场的时候，台南科工区，哦，日本厂商一间日本的这个，这个
日本超商提迄落，伊是机米，机米的迄落下游啦吼，面板的，面板的唔是下游是上游，咧供应业，吼、哦，伊本来吼、哦，本来伊计划已经做好啊，3.5代要投资，忽然间吼、哦，无到一年哦，吼、哦，伫征地尔，向阳即团队向阳董事长带过来来找我，伊讲哦地无够，要扩充，吼、哦。我为怎样？因为要改成5.5代，一个手无甲一档，技术要跳两代，是3.5要跳到5.5哦。吼，但是伊甲我讲咧，伊讲5.5吼，爱用超高压电哦，161kV 哦，超高压电。那年底以前无能供应我，我唔发达投资，我要来台中，我台中也无法度，我要来新加坡，因为未付车房，我要哪解决？6、10月底啊。啊！即边已经，伊找我迄阵已经4月啊，啊，剩一条超高压电，台湾要做一条超高压电，偌困难，你毋知影？吼、哦，矿井上也足侪问题啊！啊，那年底无人啊供，无人啊供电，即、這个投资就无去啊！你安怎？我结果甲大家讲，6月底供电，2个月外供电啊！这个效率无可能，一般人无可能，吼、哦。所以我头先咧讲到团队，这是台湾上严重的，这边上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团队。第二呢，无重视基层，基层无人参与。民主政治，我来这里做工课，里长里面唔知，我来这个区做工课，区民、区长唔知讲这个工课是啥咧做的，是政府咧做，还民间咧做的？是做啥物用途的，无人知。所以政府做个代志，含民众脱节，无重视基层，无重视社会参与，无是社区参与，不重视基层。哦，所以政策是由上而下。你嘛讲哎呀，恁提供意见，咱定下看是政治节目，讲我不听恁意见，对不对？不对。要来听你们的需求，你需要啥？民众基层需要啥？不是听民众听基层讲安怎做，对不对？安怎做是专家的代志。要做啥是民主的议题，民主的议题要重视基层每个人大大，要大家拢一票，对不对？但是要安怎科学办事做得有效，是要专家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呢，专业的素养，民主的素养。哦，专业的精神，民主加专业。你这领导人本身无重视专业，本身无民主，家己讲家己做，家己讲家己对，无咧重视民意。民意是看他的需求，不是听他的意见。吼、哦，即边大家拢咧教总统安怎做？吼、哦，总统我跟你讲吼、哦，你即边做个总统啊吼，迄代志该安怎做才会好啦？吼、哦。我伫阿边啊，捌伫阿边啊，身躯边，我也讲哦，你爱甲讲你即摆需要啥？伊甲我讲，我即摆欠钱啊。我对，你也讲你欠钱，甲要付我，唔是要付你，是因为做总统知影台湾人欠钱，你欠钱，伊欠钱，听啊听咧，大家拢欠钱，伊甲想办法去创造钱，互大家有钱，你讲对唔对？但你要创造钱，你有意见吗？你有意见你甲我讲，你家己去做就好啊，家己去谈去用就好啊。哦，所以专业加民主，现代领导，哦，我呢拢林林总总吼，安尼懒懒散散来轻轻的，我相信大家家己整理，哦，台湾欠领导人才，各行各业、各领域拢欠领导人才，领导人才需要什么款的条件？爱安怎培养？哦，爱如何？甲会当伫咱的社会、伫咱的国家？哦、不断源源不断产生适时吼诶，即、哦、个领导人才哦，这是非常重要。啊，各位讲到怎个，宇宙这么大一个系统，国家这么大一个系统，吼、哦，选区这么大一个系统，组织这么大一个系统，咱一个人。咱这个人一个系统，咱这个家庭一个系统，
你要当这个系统的领导者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修身？如何培养家己的领导能力？爱修身，安怎修身？安怎修养？含食饭都不要吃，食到身体怕怕，你要去吃，爱靠修身，迄话要无讲阁会使，啊，讲话讲甲出代志，安尼靠修身，对不对？所以家己知影讲啊，作些道理来去捌安尼吼，啊，就是家己培养，但是一切拢是利他，所以我常咧讲吼，送给家人，送给亲人，送给友人，送给社会，送给国家，最好的、最重要的礼物是什么？自己的健康，对不对？自己身心的健康，对不对？尽量唔通含人烧钱用健保卡。我讲我这个这那边没得钱哦，无用无彩哦，对不对？小可筋络酸痛，小可发烧拍下手，啊个健保卡个退去，尽量不要用健保卡。也不是，不是讲有病盲看病哦，无误会哦。那就这样子哦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家己的身心灵智慧方法，拢家己不断的调整家己，不断调整家己。正做你唔是成无法当变成一个领导者，但是你变成一个健全的人，人领导你嘛，叫做领导的啊，对不对？唔是乖乖听话哦，不能听话，不能乱听话。要听懂话，不要懂得听话，要听懂话。啊，注意啊，懂得听话不好哦。这顺民哦，民政府不能有顺民哦，对不对？咱未使叫人民拢顺从，尽量甲反抗，尽量想出你无同的看法，定出你无同的目标，然后来探讨，这个是咱要共同追求的。咱要共同的追求的，咱做来打拼，对不对？你无多叫足侪人和你做来打拼，我有好多把你的理想目标，造成足侪人来做来打拼，达成你的目标。说服力，体制内的执行力，你茫破坏制度，一样执行啊，结果破坏制度，跳出制度唔对哦。那真正制度无多改革制度，对不对？我讲些拢总安尼清楚哦，非常重要。安尼检讨落来，台湾真的是非常欠领导人才，所以台湾欠领导人才的原因非常多，但是都属实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咱即摆要顾家己也好，变变咧缴税啊，伫美国变咧缴税啊，变台湾咧缴税啊，这税缴就计得无，嘛是爱计较啊，啊是我缴税你开，我唔是你缴税我开，迄足奇怪，那足奇怪。直接开始改变了。靠，人讲安尼选调了，拢罢免袂落来，袂用做个遐歹，高拍个免罢免。那高拍免罢免吼，以后民调吼，只要超过高拍，拢会使做总统去啦。我讲你无，是不是？高拍，更不是忽然间高拍咧，登基高拍咧，哎，说闭关系哦。人民睡觉了，不要怪他笨哦。是我们在睡觉为什么？体制要改革，体制要改革，靠谁改革？所以每行物极必反，物极必反。这项代志，每个体制，你不去改革，你不去更新，伊的生命绝对有周期，对不对？无去就讲一部片都唔要改。美国宪法改过几遍啊？咱宪法未改进，未改进的宪法不是宪法，未改进宪法，迄个宪法是假的，假个未改进啦，真个开未改进，对不对？买的物件准则要哪改？迄个坑要哪改？来，这台机来甲我提改，
只要拍起来个文件要改啥？好、哦，对不对？我讲有理无？追求真的，不要追求假的，假的不要来，要拿真的来，假的就换掉，变成真的，对不对？好东西安尼吼，啊，所以这个领导人物非常重要，唔茫讲无重要。甲一个球队，咱一个开始个讲用球队做例，球员足重要，教练更加重要。哦，所以讲起来，这组织两字尔，英文两字尔 ，leadership， membership， 哦 ，leadership， membership， 安尼尔，两字尔，哦，啊，你要做领导的人，就是会当兼顾 leadership， 甲 membership， 一个党，党员愈来愈少。党员的素质愈来愈歹，迄、那个党会当替咱做代志吗？会当替咱改进吗？我咧讲对一个党，恁知影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台湾有两党啊，即网络啦吼，即开始网络啊吼，哦，因人即要选总统啊，秘书我无要选总统，得安怎嘞？即要台湾两个党哦，即是南部爱加入的，一个是无爱向加入的，哦，为什么？反正一个国家靠一个无，那唔加入袂动；那靠一个唔好加入袂动。啊，政党政治变来发展，假。所以台湾的乱象，一切，拢会当伫领导这两字做中心，甲发挥出去。所以为公道等来，闽南哦，好的领导。包括人才，包括制度，包括功能，好、哦，这今仔这题目，互恁参考，好、哦，所以你做人来，你今仔日啊，带人要去爬山，你做头，你个领导；你今仔要带人做，招人做伙做生意，你个领导；你今仔要听招人来听演讲，你可能你叫十个来，你就是十个人的领导。领导需要什么条件？需要做到什么？哦，功能发挥什么效果？拢来。家己的检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这排排了无解熟悉，后排呢改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看想无啊，变哪改进，请到较侪人诶，对不对？你看生活多好，团结力量多大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相信你若安尼想，我唔知会发挥啥物效果，但这是我的经验之谈，哦，我的经验之谈，我早讲台湾欠领导啊。哦，啊，唔是今仔日尔，今仔日啊，哦，今仔日即安尼吼，佮安怎变啊？变无偌济，不会变太多，哦，希望好的，也不可能一下子好的太多，大家要心理准备，因这是整个整体系统的问题，所以阿们不要讲啊，机会去啊，哇啊，迄项工课当做去啊，我无法度啊，迄项生意当做去啊，我无法度啊。没有代志，你看苹果在穿的时阵，苹果啊，哦 ，iPhone 哈、哦，对不对？所以 iPad， 迄阵 Google 一堆啊 ，Google 后来靠科林，大着恒大，靠科林，那这边 Google 比较弱过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安尼想，哦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。没有不变的现状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改变现状？是不是？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不可能改变的现状，所以只要现状改变，事情就变成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要改变，谁来领导改变？就这样，互相勉励啦，哈，互相勉励哈。二，多谢啊，时间您拖到十一点半嘛，哈，啊，所以还有十五分钟。你若有想要哦，要和我对那个哦互动的吼、哦，来那个主席啊，主席，你来主持互动一下来，来，看有意见的来举手哈、哦，咱举手的是安尼哈，有意见无？有意见哦，来，好，晓得。啊，市长你好啊！我是
民政府呢，宜兰州的学员啦吼。今日这个市长拄啊伫演讲中间吼，一直强调讲，咱为着台湾这个国家和土地来拍拼。那么最近几年啊，2009是这个美国国务卿吼鲍威尔啊，由头一直强调讲台湾吼，即嘛即台湾唔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啦，我是讲对着这个市长。对着刚刚讲比较高层的官员哈，对这种的言论啦哈，像市长有甚么款的看法？谢谢。哎，无必要看法，无必要看法。这个国家无主权就不成国家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无权力，你这个人就不能生存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生存无？天赋人权，天生平等，有这种事吗？天赋人权，天生平等，是在鼓励奴隶要起来改变啊，对不对？让法国改变啊，所以他们就有人权啊，他们就平等啊，对不对？主权不是人上方的呢，主权不是历史，吼。继承的主权是大家共同认为有需要的时做去打拼，对不对？看你敢问这个问题，所以我做这个写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哦，要坑人，要讲啊，台湾有主权，但未使放弃主权，这是一种讲法，这不能去否定，有它的价值，但是光这样讲没有用啊。当着这公道。那钱我的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钱是你的又怎么样？没有法院，没有警察，钱是你的又怎么样？没有人帮你主持正义公道，钱是你的又怎么样？功夫比卡歹，小拍拍输唔敢去拍，钱是你的又怎么样？阿你我有答话无？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还阁有人无？有人是靠两亿主权在吃饭，唔对。希望是大家替主权打拼，才有饭通吃，安尼较对，对唔对？我去听演讲，吼，历史安怎安怎，咱有主权，我已经听20冬啊。听20冬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讲的人吼，足相信家己这个是对的，吼、哦！我几日前啊，甲网易蔡同同尔，讲伊来找我，甲、哦、讲天才啊，你唔通放弃我呢？足可怜的，一生替台湾打拼干呢？最后是孤单无聊，哦，常常个中昼时哦，来我办公室要招我做伙食饭，哦，团队到哪里去了？有理想的人不能组成一个团队，你还跟我说你为理想在努力，好、哦，台湾好命。台湾人很好命，用台湾人的打拼吼，今日会当安尼哦，偷笑啊！事实咱打拼无够，他都讲了以色列啊，牺牲偌大，对不对？你要当站起来，今日人有危机意识，要按因的教育，想着讲要按怎个，让因的少年人，伫全球化的时代，伫未来。敢问个老大，以色列打拼，是高真少年人留落来，唔想笑讲你无爱国家，我袂当生存，我伫遮无尊严，我伫遮无平等，你安怎叫我爱国啊？我伫遮无愿景，无希望，无未来，你安怎叫我留遮？对唔对？好、哦，
所以当我伫美国，我认为我有能力替台湾做代志，我唔免靠台湾，我凭我的实力，我会当替人做代志，家己袂造成社会负担，我爱回来。我若美国找无头路，加上个台湾，安尼我唔对。我伫台湾无头路，干来插政治，我唔对，是毋是安尼？要做领导，先爱要求家己，对唔对？因为你的参与，不要造成别人的负担，不要造成团体的负面。我参与他才有价值，才有意义。我嘛向尊敬，对唔对？主权就是大家做伙打拼，这唔免阁讲诶，天经地义啊。主权除非你要放弃，未家己无去啊。主权你也家己无打拼，无人会护你啊，对唔对？我补充安尼，吼、哦。这是教，这宗教，台湾民政府宗教啊，台独联盟是宗教啊，民进党是宗教啊，国民党是宗教啊，他有他的教义啊，他有他的目标啊，哦，回教也有他的教义啊，也有他的目标啊，这可是人类啊，先求家己自己的生存，好、哦，甲发展，干来管别人。我台湾人先要求我台湾人唔免造成其他国家的负担，我敢有资格来叫美国、叫其他国家来帮忙我？你讲对唔对？明明机会给你，你阁放弃？免阿讲，哦，希拉蕊最近阿讲，你台湾的经济自主性你也无要顾，你以后阁无政治的自主性啊，啊，这必然的，哦。我经济自主性安怎建立？咱早毋是安尼讲，太多太多啦吼！好，咱时间吼，搁五分钟好不好？咱准时在一点半。好，我的表有准无？搁五分钟嘛，无唔对嘛吼！我茫甲恁骗你，茫甲我骗啦！吼，好搁十一点半吼，好唔好？我提早浪讲啊，别说我膀胱无力的。好，来。各两个问题，好，好来，两个问题来。女生不能落伍，哎、欸，女生方言。哎、欸，要做领导者呢，经过咱的啊市长哈、哦，来市长举手，来问一下。哦，你若无要甲我问哦，是我漏开呢。问我漏开，等于啦，拜托我甲你拜托一下，免客气啦，真的免客气，好、哦。为什么？我这种地位直讲的哦，我讲地位直讲哦，我知影有讲哦，吼，我若讲唔对，可能我的根据问题，我的改正，或者我讲的拢是我家己见证过的，我家己见证过了，我不会凭空想象。来，啊，市长你好哈，我请问你哈，啊，你唔知有了解阮民政府无吼？阮民政府有依据什么款的条件啊？依据什么款的法律？在台湾徛起，在台湾发展，你敢知影？有啦，恁的网络我拢在看啦，有一种论述啦，哈 ，OK， 好。恁的朋友，我嘛捌足济，啊，恁的反对者，我嘛捌足济，多元的社会，哦，目标正确。理想正确，吼、哦，继续行，吼、哦，算作无嘛变有，啊假嘛变真诶，啊那迄阵变有变真诶是好诶，何乐不为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不爱小姐讲上吊上唔吊，并且无可能上吊上唔吊，吼、哦，这个杯啊呐已经做出来，这个杯啊是大是小，是轻是重，吼、哦，迄叫做真诶啦。这个杯子还没做出来，我这个杯子比较对，你的杯子比较对，叫做口水战。什么人先让他变，先把杯子做出来，最后成果论，那就是真的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没跟你们打冷水哦，但我没跟你们泼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样好，还有一个问题来。
但是对咱来讲吼，来对咱来讲吼，有一个机会，咱都看无希望去啊，忽然间希望搁来啊，中国起来啊，拢哇惨啊！啊，这边你看，搁改变啊，搁咧改变啊，吼、哦，上惊是人改变，咱无改变啊。那这边啊，后尾搁倒转来，经济搁恢复啊，啊咱呢，爱搁对后尾行，啊搁对未来真啊。卡早对中国，该对中国行啊，别人一步；啊，即摆爱对后尾行，佫别人一步。哦，我家己佫无步，哦，上惊就这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安尼参考吼，啊，做生意参考者吼。来来，后边遐，哦，来，终于看到后面呢。他都还也去啊，对对啊，后面呢。哎哎，好，走，用走者来，走者不要紧，来，鼓励一下，走较紧嘞。感谢哈，我请问咱市长吼，拄仔你有讲吼，咱有一个要解决760K瓦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未？161K瓦的这个电，哦，那个，嘿，目前解决了未？解，伊叫我12月底爱。供电，我6月底就供电了，总算有解决。解决了就，我不怕留落来，无进靠公司来帮我。台湾人，咱台湾真聪明哦。后摆咱台湾人，我甲报告，咱遐用一个科技吼，会用水雷做发电。哦，对个，另外。而且后摆咱的人员不用靠外国了，我们自己可以自足自给。理论那个拢存在啊，但是讲，吼，你请坐吼。做些科技的理论拢存在，但是理论要变成属性吼，吼，迄个过程，吼，唔是讲理论个自然会变成属性啦。哦，美国的迄个页岩气。页岩油，你看已经发现几十年啊，几百年啊，都无当个开发，足侪人放弃，靠可能啊。迄石油气存在伫个石头棒内底，石头是一粒山，吼、哦，啊是迄棒内底要怎去甲抽出来？你较早石油哦，一掘一直抽一直掘，还是咧起伫个石头内底安尼搬来搬去，石头棒内底拢总炸落去爆发。火烧去，要炸落摕袂到，安尼较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结论呢，今日可能啊，人赚大钱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头拄仔讲一句话，你有唔有记起无？可能，哦，甲不可能迄、那个，哦，我头拄仔安怎讲的？恁有做笔记？我头拄仔看恁做笔记，来用迄句来做结论来。头拄仔有讲一句，恁有咧记啊？嗯，嘿，对啦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，吼、哦，没有永远不能改变的现状，对不对？改变嘛，页岩油、页岩气，那是一个现状，不能开花，但是存在那边，所以大家都认为不可能，但是今天变成可能，因为那现状被改变了。这边抽开来用啊，对不对？较早的现状，伫石头旁内底，这边现状呢，伫发电厂内底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句话记起，绝对唔通过去讲啊，永远就是安尼啦，永远就是安尼啦，当然唔过去安尼。对台湾的监督，对台湾人的愿望，对台湾的了解，唔通过去讲啊，永远就是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包括今天去看嘛，无甲国民党放弃啊。反正国民党有一日改好嘛，不一定啊。我讲这个话，小可要笑出来哦。但是这个理论是，哎，检讨自己，不要以为，哦，不要以为反对坏人，我就是好人。不要以为我反对坏人，我就是好人，对不对？坏人也反对坏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家己检讨家己是不是好人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唔能笑人无能力个，啊，我有能力，爱检讨讲家己有能力无，对不对？哦，改变，好，准时，谢谢。啊，非常感谢各级处张家诶，市长，谢谢，辛苦辛苦，啊、哦，来，谢谢。啊，这次咱有影感谢咱的市长，
伊的经验非常丰富。咱做一个领导者，要哪做？我请咱在座，吼，咱的未来的内阁一级主管拢知影，那要安那行？即次呢，过来啊，咱的市长，来，拄好呼招呼吼，市长，欢迎，市长。感谢哈，市长，感谢市长。这个是咱台湾民政府非常好的一个职，所以经过这种的演讲，咱就了解，咱是共同欢迎咱的市长参与咱共同的目标，安尼好不？所以过一次，市长欢迎啊。非常感谢哈，非常感谢市长用心两点钟徛伫遮啊，努力将伊这些年来的经验来咱报告。即处即马开始哈，咱即马小动员哈，啊，这里做一个报告啊，咱迄个点招的人，好，点招。